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今天我们会讲故事，学中文。今天我们还会继续讲田忌赛马。田忌赛马。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to get notified.When we upload a new video. Now, just to let you know, Peppa Pig video course and HSK4 vocabulary video course are available in our membership. These courses also include downloadable PDF files of transcripts in pinyi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Please consider joining our membership. You can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You also can visit our website systematically.com to get Peppa Pig Chinese video course lesson 1 video for free and get into our email list to stay updated. You also can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get the free video.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上一次我们讲了田忌赛马的第一部分。好，那我们先复习一下。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有一回，他和齐王约定进行一次比赛。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三场比下来，田忌都失败了。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好，那现在我们就接着讲这个故事。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这时，田忌的好朋友孙膑招呼田忌过来。这时，田忌的好朋友孙膑招呼田忌过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时，田忌的好朋友孙膑。好，那孙膑是田忌的好朋友。他招呼田忌过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招呼谁过来？招呼谁过来？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招呼，招呼。好，我们可以说打招呼，打招呼。跟和或者向谁打招呼？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每次看见他，都会跟他打招呼。我每次看见他，都会跟他打招呼。我也可以说，我每次看见他，都会和他打招呼，或者都会向他打招呼。好，那这是田忌的好朋友孙膑招呼田忌过来。好，过来。在这里就是 come over, 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向你保证。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向你保证。好，我们来看一下拍，拍。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拍，拍。如果你高兴，你就拍拍手。如果你高兴，你就拍拍手。那孙膑呢，拍着他的肩膀，就是孙膑拍着田忌的肩膀。好，我们来看一下肩膀，肩膀。好，他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向你保证。好，我们来看一下保证，保证。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保证，保证，我保证
我一定会准时到。我保证，我一定会准时到。好，好，那孙膑说，我向你保证。好，我可以说，我向你保证，或者我跟你保证，我和你保证，都可以。好，我再来读一遍。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向你保证。好，我们来看一下孙膑保证什么。你如果再同他赛一次，我有办法让你取胜。你如果再同他赛一次，我有办法让你取胜。好，我们来看一下，你如果再同他赛一次。好，那你如果再同他，再就是 again， 再同他。好，那这个同就是和的意思，和。好，如果你再同他，再和他，这个他就是齐王，赛就是比赛，再和他比赛一次。我有办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办法，办法。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办法，办法。今天我太忙了，没有办法跟他见面。今天我太忙了，没有办法跟他见面。好，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说有办法或者没有办法。好，那我有办法让你取胜，让你取胜。好，那这个让就是 let you， 让你取胜。好，我们来看一下取胜，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取胜，取胜。他在这次比赛中取胜了，他在这次比赛中取胜了。取胜了就是赢了。我有办法让你取胜。好，我们再来读一遍。你如果再同他赛一次，我有办法让你取胜。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说，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说。好，我们来看一下疑惑，疑惑。好，疑惑就是不相信。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疑惑，疑惑。以前对这件事我真的感到很疑惑，现在明白了。以前对这件事我真的感到很疑惑，现在明白了。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说。好，那田忌他不相信，不明白为什么孙膑会这样说。好，那田忌很疑惑，他说，你是说换几匹马吗？你是说换几匹马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是说换，换就是 change， 几匹马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匹，匹就是 measure word for horses。 好，我们可以说一匹马，两匹马。好，你是说换几匹马吗？孙膑摇摇头说，一匹也不用换。孙膑摇摇头说，一匹也不用换。好，我们来看一下，孙膑摇摇头。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他摇摇头拒绝了我们的要求。他摇摇头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好，他摇摇头拒绝，拒绝就是 reject, refuse， 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request。 好，他摇摇头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好，那孙膑摇摇头说，一匹也不用换。好，一匹，一匹马也不用换。这个不用就是不需要，换。田忌没有信心地说，那还不是照样输。田忌没有信心地说，那还不是照样输。好，我们来看一下，
田忌没有信心地说。好，我们来看一下信心，信心。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信心，信心，我们可以说有信心，有信心，或者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好，我们来看，他对自己取胜有信心，他对自己取胜有信心。好，我们一般会说对什么有信心，他对自己取胜有信心。田忌没有信心地说。好，那田忌对自己取胜没有信心，他说那还不是照样输，那还不是照样输。好，我们来看一下照样，照样。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照样，照样，他向老师保证说不再迟到，但他还是照样迟到了。他向老师保证说不再迟到，但他还是照样迟到了。好，那我们看迟到就是来晚了， come late。 好，但他还是，好，还是在这里是 still， 他还是照样迟到了。那还不是照样输。好，我们来看一下输，输。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输，输，你输了还是赢了，你输了还是赢了。好，那这个输就是没有取胜，赢就是取胜了。好，你输了还是赢了，那还不是照样输。好，我们再来读一遍。田忌没有信心地说，那还不是照样输。孙膑非常自信地说，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孙膑非常自信地说，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孙膑非常自信。好，我们来看一下自信，自信。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自信，自信。好，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自信。他想成为一个自信的人，他想成为一个自信的人。孙膑非常自信地说，就是孙膑他非常有信心，他自信地说，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照，照。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照，照，我们照着他的建议修改了这篇文章，我们照着他的建议修改了这篇文章。好，我们照着他的建议，建议就是 suggestions。 好，建议，修改，修改就是 revise， 修改，修改了这篇文章。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照我的主意，主意。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主意，主意。好，我们可以说 without tone， 主意， or first tone， 主意，主意， both are fine。 好，主意，这真是一个好主意，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办，办。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办，办，现在堵车了，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堵车了，我们该怎么办？好，那这个办就是做，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怎么办？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就是你就照我的主意做吧。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我们先讲到这里。
因为这个故事很长，所以呢，我们下一次会说完这个故事。好，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生词。招呼，招呼，田忌的好朋友孙膑招呼田忌过来。田忌的好朋友孙膑招呼田忌过来。拍，拍，肩膀，肩膀，拍着他的肩膀说，拍着他的肩膀说。保证，保证，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办法，办法，取胜，取胜，我有办法让你取胜，我有办法让你取胜。疑惑，疑惑，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摇摇头，摇摇头，孙膑摇摇头说，一匹也不用换。孙膑摇摇头说，一匹也不用换。信心，信心，田忌没有信心，田忌没有信心。照样，照样，输，输，那还不是照样输，那还不是照样输。自信，自信，孙膑自信地说，孙膑自信地说。照，照，主意，主意，办，办，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好，那现在我来读一遍故事，没有拼音。田忌赛马。这时，田忌的好朋友孙膑招呼田忌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向你保证，你如果再同他赛一次，我有办法让你取胜。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说，你是说换几匹马吗？孙膑摇摇头说，一匹也不用换。田忌没有信心地说，那还不是照样输。孙膑非常自信地说，你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好，那现在我们来回答问题。回答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孙膑是谁？孙膑是谁？对了，孙膑是田忌的好朋友。孙膑是田忌的好朋友。好，第二个问题，孙膑有办法让田忌取胜吗？孙膑有办法让田忌取胜吗？对的，孙膑说他保证能让田忌取胜。孙膑说他保证能让田忌取胜。好，第三个问题，要取胜需要换马吗？要取胜需要换马吗？对了，孙膑说不用换马。孙膑说不用换马。好，第四个问题，田忌有信心取胜吗？田忌有信心取胜吗？对了，田忌没有信心取胜，他觉得不换马，那还不是照样输。田忌没有信心取胜，他觉得不换马，那还不是照样输。好，第五个问题，孙膑有信心会取胜吗？孙膑有信心会取胜吗？对了，孙膑非常自信，他让田忌照他的主意办。孙膑非常自信，他让田忌照他的主意办。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我们下一次会把这个故事说完。
好,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to get notified when we upload a new video. You also can visit our website systematically.com to get Peppa Pig Chinese video course lesson 1 video for free and get into our email list to stay updated. Please consider joining our membership. You can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好,那我们下次见。再见。